PS 港服四月份23档会员游戏可以下载了。在正式介绍之前，我想说句台词儿，就拿这个考验玩家，哪个玩家经不起这样的考验？目前来看，一共有10款2档会员游戏，据说还有2款没发布，到时候会首发进入2档库。首先，第一款，也是最推荐的一款，就是这个《潜水员戴夫》，有简体中文，4月16号，也就是今天首发入库，只需要 4.86G， 原价108港币。画面是这样的，这个游戏之前有 PC 版，评价不错。剩下的咱们按照顺序过一遍，这个叫建筑模拟器，就是开挖掘机的，画面是这样的，挖掘机技术哪家强。第三款叫迷张记事，也有中文，画面是这样的。第四个火星孤征，画面是这样的。第五款是乐高漫威复仇者联盟，这个是它的英文版。第六个也是乐高旋风忍者大电影，这个之前好像送过吧，要不就是会免过。这款好像叫食玩，画面是这样的。这款是飙酷车神二，之前好像进过2档库，去年吧应该是退出了，这次又进来了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次进来之后不让下载。这是一个赛车游戏，好像是开放世界的赛车游戏，育碧的。这个叫神奇躲避球，画面是这样的。这个月的2档会员大部分都是4399的小游戏，那高情商的说法就是独立游戏，这个也是2档游戏，叫 Raji， 画面是这样的。目前能下载的最后一款2档会员游戏是这个《迷失之刃》，虽然是 3D 的，但是只是有点太老的 3D 了，画面是这样的。这是3档会员的，是个英文版，这个我好像在哪见过，在杂志上见过，应该是 PS1 时代的游戏。这个小姐姐长得还行，画面是这样的，怎么感觉有点像老的《仙剑奇侠传》呢？这个是3档会员游戏，3档会员都是一些经典的老游戏的复刻或者是高清化。这是最后一个3档会员游戏，《星球大战》，画面是这样的，看着挺怀旧。今年四月份的1、2、3档会员游戏都比较拉胯，不知道是不是没钱了。也有可能是因为索尼把钱都花在最近的这几款独占游戏上面了。这个月的会员游戏你感觉怎么样呢？